1349028，据说是一串恶魔数字。当玩家把它输入 MZ 种子之后，却遭遇了诡异的景象：燃烧的村庄、散落的红石，甚至还有死去的玩家。这是玩家无意中发现的，从家里的一本老书上看到了这串数字之后，好奇心就驱使他用1493028生成了世界。游戏的画面比较正常，奇怪的是这里的树啊全部都没有叶子。紧接着他又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一幕，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羊竟然都被嘎了。不过考虑到游戏中狼会主动攻击羊，玩家也没有多想，决定继续往前找找，说不定就能看到狼呢。下一秒他就在地上捡到了一块骨肉，而地面上还散落着很多的红石，看起来是人为放置的。但玩家很清楚这个游戏自己根本没有多开，那这些是谁放的呢？玩家继续向前，可前面的一幕着实把他吓一跳。只见前面的村子燃起了大火，遍地散落骨肉、红石、骨头和蜘蛛眼，而游戏里的音乐此刻也变得诡异起来。下一秒一个奇怪的东西就加入了游戏，并质疑玩家为什么能进入游戏，这里不是活人该待的地方，快爬。伴随着画面一阵抽搐，眼前出现了几名玩家。视频的最后，老哥也是被吓得赶紧退出了游戏。但1493028到底是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故事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转发。如果你也有都市传说，可以投稿到可乐都市传说的邮箱。也许下一次登场的故事主角就是你啦。